你没事吧，志远？你怎么还没走呢？快走啊！爹，啊，头上谁打的？啊，是高桥还是西田？是高桥还是西田？喊什么呀？谁敢打你爹呀？没人敢打。这是刚才出门的时候不小心在台阶上摔了一跤，赶紧走吧！哎，不是，这就完没完了，啊！ 记住俺一句话，志远，以后顺着日本人就行了。我要不杀了那两王八蛋，我就不叫邢志远。俺给你跪下了，行，爹，爹，你要是俺儿子，就快走。邢团长，走吧。走吧。行，俺走还不行吗？ 好，这个营救计划，俺马上回去向上级报告，一旦上级批准，咱们马上就可以行动了。另外呀，俺还要给你讲个好消息，咱们已经在大泽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，而咱们赵家庄呢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，所以呀，下一步就是要在这儿建立起咱们自己的抗日力量，到时候 跟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，那咱们的战斗力可就大大加强了。太好了！哎，刚才你们说到三炮，说他那儿还有一支队伍，嗯，很好啊，咱们能不能把他也争取过来？团结一气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共同抗日嘛。行，这个你放心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俺了，俺去跟三炮说。 团长，团长，你咋回来了？是啊，俺不回这儿来，还能去哪儿呢？哎呀，你听俺的，赶紧找地方躲躲吧。躲？往哪儿躲？别管往哪儿躲，反正你不能回来啊，你知道吗？ 挺快啊，团长。太君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今晚俺做东，请各位。滚蛋！想我放过你是吗？哎呀，钻过去。 只要你今天从我这里钻过去，我就饶了你。否则，你跟你所有的兄弟全都死。不准，我打死他！太君，你听俺说。 杨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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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！
好了，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饶你一次，以后见我一次，你就做一次。小队，说什么？这我们眼皮子底下，两名帝国皇军横尸街头。是。胆大包天，谁干的？依在下判断，肯定是邢知远所为。那两名死去的帝国军人，正是下随我去教训邢知远的教官。他们由于发生冲突，下午曾经羞辱过邢知远。他肯定是为了报复。而且邢知远自幼恋爱，除了他没有人会把事情做得如此关键。而且据目击证人看到，杀手的体貌特征完全符合邢知远。那个中国话养虎为患什么意思？高将军，你应该知道下一步你该做什么。
马上就要跟小鬼子干了，大家拿出点精神，好好练。我要一直掉链子，给咱们赵家庄丢脸。把布扎下去，扎稳一点，也往前看。好，掌握好重心。 说明天就把他填平了算了。你说你一头野狼也没套着，净套人了。俺爹，你师傅他腿脚不好，万一哪天把他给套住了咋办呀？你说，你说啥呢？那师傅也不是狼。再说了，俺那一头狼还没套着呢。哎呀，你说你多大的人了，这么一个姑娘样子，毛毛躁躁的。 跟个大老爷们似的，谁说的？俺哪点不像姑娘啊？像姑娘啊！你这还琢磨这个呢？俺算是琢磨明白了。啊，想到办法了？嗯。啥办法呀？俺不告诉你。哎，哥，你不告诉我吧？你不告诉俺，你都睡不着觉，不让。哎，姑奶奶，姑奶奶。 你可别给俺乱动啊！俺告诉你啊，你看啊，这是啥？尿壶垒。为啥威力不大呢？是因为它里边装了炸药，没装铁砂。哎，只要装了足够的铁砂，砰的一下，这杀伤力就跟地雷一样。哥，你可真厉害！嗯，哎，俺帮你装这个吧，咋弄啊？你别碰。 没啥事儿，你去忙去吧。啊，俺还忙正事儿呢。切，谁耽误你正事儿啊？是俺爹找你。师傅找俺。嗯。那你跟师傅说一声，俺一会儿就过去啊。行。哎，三师兄，三师兄你咋了？出事了，三炮，你这来了，稀客呀。啥稀客？你等会儿吧，出大事儿了。出啥事儿了？啥事儿？ 你跟志远把高桥打了是吧？啊，小鬼子要拿他开刀，今晚上就毙了他。啊？啥？你咋知道的？俺道上兄弟多呀，一知道俺就赶紧来告诉你们，咱们赶紧想想办法，看怎么救他。走。哎，你干啥去？俺也去啊。你去捣什么乱呀？志远也是俺师兄啊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乱不得哪，出来赶紧走吧。 哎，记住了啊，一会儿跟着啊。知道了。走。
团的官员们听着，皇军要抓暴乱的首要分子，命令你们缴械投降，如有反抗，通通杀光！出来！团长，出事了！出啥事了？高桥带了一大队鬼子兵，把营房四周。 都给封了！快点，大家跟紧点！快点！就在前头，快！团长，这帮小鬼子为啥要叫俺们的信？是来抓俺的？不是，不就是揍了高桥一顿吗？小鬼子知道俺迟早要反，所以先下手为强。 都撤下，俺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团长，俺誓死追随您。团长，见皇上的命都是你的，俺这就把全团的兄弟都调来，跟他们拼了！不行，俺不能让全团几百号弟兄为俺一个人去拼命。事出紧急，俺现在把全团几百号弟兄的性命全都托付给你了，一会儿。 俺带警卫班从菜园子的那道门突围，那个地方平时很少有人出入，小鬼子未必知道。上。 快！快！快！大哥，开门！兄弟们，动手！
跟俺一起回去吧，一起打鬼子。不了，是这样，俺呢，本来就是党国的军人，俺想回到党国那里，继续为党国效力。啊，你们不用劝俺了，山不转水转，大家。 是一家人。行，既然你这样说，俺也不强求你。不过志远，你答应俺，以后记住了，只要打鬼子，不能欺负咱老百姓，永远都是俺的好兄弟。我答应你，师哥。 要是有人欺负你，回来找俺，俺的枪和弟兄都是你的。俺记住，好，就此道别。 尝尝咱铁雷的厉害。 团 长，这条路是通往邢村的，走那边那条路。这条是通往索庙镇的。听说那一带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地盘。 没关系，过了这片有国民政府的留守处。走。
小鬼都让你炸上天了都。哼，那当然了，俺厉害的雷还多着呢。俺告诉你们啊，大家把自家的瓶瓶罐罐多准备一些给俺啊。俺说你们说啥呢？啥尿壶雷厉害呀？要说厉害，还是俺从军分区挑来这个铁雷厉害，它的威力大呀！啊，今天晚上咱就是铁雷啊！刘坤，啊，把你那铁雷给俺啊！哎，拿来给俺哥看看。华龙啊，这一会儿呢，你卖雷啊，俺顺线啊。力气大的，刨坑。华龙，刨坑还行，俺刨坑在行啊。不是说，你就别去了，你这老胳膊老腿的，你说万一有点啥事咋办呢？谁老胳膊老腿了？你这孩子咋说话呢？你呀、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怎么着老胳膊老腿了？你不是说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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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说你俩吵吵啥呢？吵吵啥呢啊？哎，拐子来了。是不是小鬼子睡着了呀？二少，哎，去砸咱们！哎，哎，华龙，华龙，俺砸门行，咱们俺也在行，你们一起去吧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咱这腰杆子就更硬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刘奎，八路军也能发枪吗？这个
恐怕不成。这山里也正为缺枪少弹发愁呢。你看看，刘奎说的对啊，咱呀有本事就别跟人伸手要，咱跟小鬼子那儿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华龙说的是这个道理啊。华龙哥，华龙哥，哎，手哥，李书记回来了，师傅让咱们赶紧过去了。你看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啊，有仗要打了，快走，走。昨天晚上俺的那个雷，咋样啊？厉害！崔大爷，华龙。李书记，哎，李书记，啥事儿？这么高兴啊？啊，没啥，说昨天晚上那地雷的事儿呢。还有更高兴的事儿呢。大家看，俺把谁带来了？丁丁，张佑哥，经理，经理，经理。上级批准了咱们的营救计划，这不，武工队都给咱派来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武工队的队长崔峰同志。大家好。崔队长，刚才你辛苦了，你带同志们先去休息一下。狗哥，哎，我去安排一下。哎，好。大家坐，大家坐。下一步啊，营救乡亲们，这武工队就是主力了。太好了，这下可以跟小鬼子干了。李书记，您放心，俺马上就组织这个村里的老少爷们儿，您说是干啥，俺就干啥。你们的任务呢，就是给咱武工队引路，等把鬼子引到了咱们这个地雷区，地雷一炸，好戏就开始了。好，哎，李书记，俺有一个想法，咱应该那个兵分两路，一路呢去解救乡亲们，一路呢专门对付鬼子埋的地雷。哎，华龙，你说的轻巧，你打算怎么对付小鬼子的地雷啊？汤啊！哎，你亏你想得出来呀，那得死多少人啊？你昏头了你！哎呀，没昏头。俺又没说用人汤。阿龙哥，哎，小唐，嗯，俺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啥事？你那群羊借俺用一下呗。羊？啊。干啥？汤雷呀！汤雷啊！俺不信，那群羊是从小俺看着长大的，心咋那么狠？不是俺心狠，这不是逼得俺实在想不出别的招了吗？歪招，损招，俺不借。行，那你不借给俺，俺就回去了。你再想想别的招儿。俺就知道，没人心疼俺。行，俺自个儿趟雷去。哎，华龙哥，华龙哥，志远这一回啊，真把俺给吓着了呀！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觉，眼皮子到现在还跳呢。哎呀！哎，不敢了，这。这是咋回事啊？邢大队长，你儿子邢志远率众谋反，杀死十多名皇军，身为父亲，你该当何罪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哎呀，我的天！太君，你听俺讲，你听俺讲。太君，自从皇军来到这个海洋地面之后，俺父子二人对皇军那是忠心耿耿，鞍前马后，绝无二心呐！带走。
俺对皇军是忠心耿耿，死心塌地啊！啥事俺都没做错，你不能杀俺呐！这小鬼子唱的是哪出戏啊？吕布杀董卓，一场狗咬狗呗。邢衙门跟潘老七给日本鬼子当汉奸，做梦也想不到能有今天这下场。这两头货真凶，把自己给玩进去了。为什么不逃命求饶？还光个求用啊！俺想死的清醒。好，那我就给你来一个你们中国人的刀下留人。高桥君，嘿，你马上带一个中队进驻邢村，配合邢大队长，务必扼守住海洋城，到青岛的咽喉要道。嗯，哎，走，你跟俺走啊，走走走！潘龙哥，哎，潘龙哥，小唐，你咋来了？俺这不是把羊给你赶来了吗？你咋舍得把羊给俺了？舍不得也得舍得，总不能看着你去趟地雷吧？把羊给俺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，俺没事儿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，啊，俺没事没事，回去吧回去吧，路上小心点啊。铁白虎啸龙门阵，雷响马蹄飞，飞天入海又入地，火海显身威。怒发冲冠气上阵，烽火战鼓擂，勇敢冲锋陷阵，为了谁？为了谁？哎嘿哟！
雷，砸飞了小小的鬼子，一群可爱的人啊，风风火火打敌人，血气方刚的好男儿，生死路上走几回，包围圈内杀敌回，谁胜刀不开玄龟，哎嘿呦。夜白虎啸龙门阵，雷响马蹄飞呀，飞天如海又如地，火海显神威，怒发冲冠气上阵，烽火战鼓擂，勇敢冲锋陷阵，为了谁，为了谁，哎呀嘿呦，不黑飞了小小的鬼子，一群可爱的人啊，风风火火打敌人，血气方刚的好男儿，生死路上走几回，包围圈内杀敌回，谁胜刀不开玄龟，